清晨六点半来到茄定湿地，许久没有拍鸟了，咳嗽还没完全好，今天鼓起勇气一大早走出家门，来到这熟悉的地方。晨曦中黑面琵鹭陆续进场，但都飞到后面去了。终于有第一只黑面琵鹭进场了，场中已有苍鹭与大白鹭，它们都幽静地走动着。黑面琵鹭陆续地进场，但是都还没有开始觅食。应该是场边的鸟友让他们有些警戒。也可能是黑面琵鹭来得不够多，大家都看着办。其实清晨的景象非常的美。黑皮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开始觅食。起先在很远的角落，慢慢的越走越靠近我们。池子里有不少鱼，它们大有斩获。群体往右边走去，刚好是逆光，鸟友越来越多，它们走一走又会回头，慢慢习惯以后，就会走得很近。追鱼的场面是很刺激的，大军又往右边走去，越往右越逆光。他们在芦苇丛中觅食，那里应该躲了不少鱼。觅食活动大肆展开，逆光对有些高手来说也是一种很可以展现摄影功力的地方。我这录影画面好像调来调去总缺那么一点什么。
樊子羽的黑面琵鹭俚语别有一番风味，长长的头发，长长的嘴喙，摇曳生姿，真的很美。今天还是有很好的收获，最近上片的频率降低了，身体还在保养中，请您见谅。过去拍的片子还有很多，推荐几部给您参考，在说明栏中有链接，您可以点开来看看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我想爸爸，哎，别这样，大家你要尽量安全。